獠牙大嘴，面目狰狞，这是什么变异的龙类？他们冲过来了，来者不善，在疯狂地对游客攻击，这是要大闹恐龙岛呀！完蛋了，腿脚不利索的游客已经被恐龙逼到绝境了。我天，要下嘴了！太凶残了，已经有多名游客遇害，闯出大祸了。我需要尽快做出处理，派出巡逻队紧急疏散游客。变异恐龙数量太多了，招架不住了，安保人员听令，开启游客避难所，疏散游客，减少伤亡，少死一个是一个。快快快，不要拥挤，要活命的就不要拥挤。OK， 大部分游客都进去了，但是有小组人员仍旧失踪，下落不明。辉哥，辉哥，跟了你这么久，这种大场面。